圣先贤说了一句天地玄武，后世代代子子孙孙从此有的忙。有人说那皇帝先生本来就姓皇，有人更说皇他就是中国人的娘啊。那些说法其实都是信口雌黄，这个民族从头到尾绝对不荒唐。五千年的历史文物样样发黄，庄重坚决，将领严惩，说来话长啊。这个世纪马上就要黄，多少英雄壮士历酬，